欢喜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警察的行为惹出着争议。高雄市有一个小姐，因为皮包啊无去，到派出所去报案。这个民警积极调监视器，把皮包啊找回来。这本来是一件好代志，但是这个小姐到派出所提皮包啊时阵，欢喜过头，就甲这民警交朋友了。当场外这个民警又看伊几回，大概是又甲真欢喜。啊，其他的民警佫甲这个画面录落来。整个过程是非常的欢乐，但是这个影片流出去，分局认为这几个民警的行为失去了分寸，现在被处分。我们没吃饱，所以我们又赌了一次。我们猜这个报案人的年龄。为了替小雅加码，影片当中顺手提起算幼年期的游戏。报案人大家打声招呼。游戏的主角是一位姓侯的小姐，因为皮包碰见来报案，警方嘛替伊找到皮包啊，所以伫现场和民警做伙庆祝。我差28好了。再来，下一位。为了确定小姐的年纪，一位民警提警用随身小电脑。先输入你身份证号。当时有人感觉无妥当，不过也是侯伊家己拍资料。这段影片当中的游戏，警民双甲有够嗨。29。这段影片煞对警分局赖群组红流出来，引起争议。有民众感觉警方干呐算过头。我觉得是不行啦，哎呀，这个观感不好啦，这样可以吗？要请警察多注意一下观感上面的问题。影片当中主要拢是高雄市新庆分局前警分驻所的环境，即马包括所长、副所长拢互处分。M Police 哦，就是请这个民众自行输入身份证号码，来确定他的年纪啊，这个也相当的违反规定哈。分局长认为派出所安尼耍游戏，确实造成民众负面的观感。分局也和环境进行座谈，端正思想观念，也请所属单位的主管来做加强。